大家好，我是黄土妹子。今天来弟弟的时候，把那个南瓜给摘了。这个秋天到了，弟弟的那个草都黄了，枯萎了。这南瓜也不长了。哎呦，这南瓜长得挺好的吧？这种南瓜最好吃了。还有哪里有？哎呀，这儿有一个，这有一个大的，这儿有几个。娘娘这么大，这咋还谁大的个？哎呦，这么冲！大，这是个窝。我刚才晒哈柴了以后，这个挺大的，这个估计有四五斤重。搿只在新开院的条的地嘛，好小木咯。哎呀，找了半天，现在应该没有了。你看，摘了妈妈的两大筐，我再拔一些葱。这是葱花啊。哦。哎呦。这是甜葱啊，浓葱。这是甜葱，红的这是浓葱。炒菜结实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，朋友们再见。